王旗举起，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咧，中间有呢只花月春风啦，外边美丽之星，中间控制者好健康啊，内栏有谁可平，荣彩缤纷喺中间，最出仲有和顺超影啊，咁后一浸嘅马灰马咧就大印银子啦，咁中间位置仲有同个梦想啦，尾五内栏包装斗士啊，中间就多名利，出边骏马名驹，殿后两匹马，有呢只咧就活力欢腾，同埋咧就嗰只圣歌儿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呢个咧就系香港体育圈湾啊，前面美丽之星埋到栏，咁和顺超影。跟住佢埋嘅第三位内栏谁可平，第四位就系两倍呢只白色衫嘅永彩缤纷啊！再后边内栏咧就大印银枝咬住第五，咁啊出边位置好健康，中间控制者内栏包装斗士啊，数后啲嘅马大面箍嗰只咧就花月春风啦，出边骏马名驹内栏尾四同个梦想啊，后边三只多名利、活力欢腾同埋红帽最出咧就圣歌儿噶，好啦，正最后直路前面咧就美丽之星斗紧和顺超影，第三位有谁可平啊，咁啊再见到中档。白衫蓝帽咧就永彩缤纷啦，入边灰马咧仲追紧，仲喺呢只大印银枝啊，等紧内栏，仲有包装斗士啊，最出嗰边咧咁啊，先见到好健康，兜到嚟最后200米，永彩缤纷喺中间一打上嚟就过啦，咁啊埋边大印银枝上紧，中间和顺超英同个梦想接近终点啦，庆典杯永彩缤纷赢啦，第二名大印银枝啊，第三名和顺超英好健康，同埋塞咗好耐车嘅同个梦想都追上嚟影相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。永彩缤纷真系赢得好清脆利落啊！呢场庆典杯，大印银子名次进步咗，跑第二，第三名咧就三只马要影相啊！第 Q 顺利开得出啦，永彩缤纷$50，咁啊沿路走个比较生啲嘅位置，大印银子啊塞咗一大轮，都立翻条 Q 啦，三四名就争得好激烈啦。热门有冇份啊？热门好似冇份啊，好似系好健康喎、啊。系咯，第四就再接近啲。第四好近啊！和顺超影同埋同个梦想啊！哇，好健康又系呢场度近噶吓、啊。今日霍丽妍嗰啲冷披咧，整几刀落嚟喎，1:21.17啊，靓时间啦，都兵不血刃嘅，见到莫雷拉呢只，佢其实去到哇，结果啲大 number 翻晒嚟啦，11:12平头啊，系啊。我哋睇睇預計排位先啦。跑第一名嘅16嘅榮彩繽紛，到人派$20，位置排$13。跑第二名系13号嘅大印銀子，位置派$19。跑第三名14号好健康，位置派$54。連贏位10到13派$55。三紅彩10号、13号、14号派$1,350，單貼派$490。位置叫10到13派$30，10到14派$108，13到14派$244.5。跑第四名分別係11号嘅同過夢想同埋12号嘅和順超影。誒，打冧把翻曬嚟啦！壮观，五个大 number， 轻磅全部，大热嗰只亦都系轻磅咯，咩1:15，赢到呢场，我相信都系嚟紧向呢个马会嘅李锦标啦，咁啊之后睇下点样向国际赛进军啦。有时系蔡若航呢啲咁嘅。明星馬咧就係最驚佢 keep 唔到啊，唔 train on， 咁呢只可以證明得到，咁就冇問題啦。到時睇下莫雷拉揀步步有定揀佢啦。會唔會又變翻羅尼亞咧？我佢先唔羅尼亞嘅呢只啊。跨季三連勝，1:07，今日呢個姿態都掟甩後邊都冇問題㗎啦，應該啲入場券嗰啲10同13都掟甩曬後邊㗎啦，係得只13可以追到佢嘅啫，逼近到佢攞位嗰度有啲唔順啦，唔係有得鬥下嘅應該。就咁睇個姿態就好胸有成竹嘅，即係頭先我都講，入到直路冇耐已經望出邊，都唔係望入邊。不過正如子健講咯，可能即係如果攞位個順少少，或者可能會再好睇啲嘅鬥得。所以佢就都叫輕鬆贏只大印銀子咯，呢一度。都好明顯話俾你知，大印銀子你一定要睇埋臨場佢去到閘前個樣先至得咯。你上場今次爭幾遠啊？上次逼雷冇嘅，
睇下四電玩啦，十號、十一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派282蚊，十號、十二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派306蚊。莫雷拉三個 win 啦，尾場仲有隻活力寶啊。嗯。睇下四重彩啦，十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、十一號派3079蚊，十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、十二號派3188蚊。跟住睇下平頭第四張相啦，第三就明顯噶啦，係啊，一個好健康。四重彩就過落和順超影嗰邊會冷少少啊，睇下呢張第四名嘅 dead hit。呢只好健康一勁。今天兩場的杯賽都是由約翰拿到，不過那隻就是約翰摩雅，這個就是蔡約翰。慶典杯都是三級賽，哇，這樣就好看喎，現在暫時那個騎師王，雖然莫雷拉48分，但是因為國能是硬掘三個 win 的，而莫雷拉是三個 win 兩個第二的，真的還要有尾場可以平下的，活力寶如果沒有，而國能贏得到的話都還有得講。當然現在一隻熱門，一隻就冷門，因為國能就會跑一隻金多多，但其實金多多上季尾那場都追下給你看的，都不是沒機會的，真的好了，跟住可以睇頒獎啦。慶典杯啊！恭喜曬馬主啦，羅德榮先生。即係你話繽紛係幾犀利啊！一隻迎彩，一隻榮彩啊，都是啲多節馬。呢場是呢只榮彩繽紛嘅第七場頭馬嚟啊！準備看巡邏影片，結果我們投票題目那裡，其實投泳彩繽紛也好，看大衛舞台也好，莫雷拉都能夠順利起這個孖寶的。巡邏影片是的，一起步大家都順的，前面走的看到中間很健康的騎緊，然後控制者當然是過來的，開面美麗之星都慢慢殺過來，跟著過來就是那隻和順超影，今天就要跟得前過上一次了，入面還有一隻誰可拼的，後多一陣我們才看到大人銀子的灰馬橙衫，開面有一隻花月春風，然後入面是包裝鬥士，很不穩定的同個夢想來的，我覺得是拖得比較厚一些，開面有一隻駿馬名驅，尾的三隻入面數出來多名利、活力歡騰和那隻聖歌兒。現在在第三位的誰可拼呢，回來都傑立潘頓很早按回住，不知道做什麼事了，這件彩衣今天兩隻都按回住回來，是的，要看看賽後報告先。你看看其實現在大印銀子前面有幾多的空間的，但開面那隻就封住它，榮彩繽紛它焗住都要走入面，想拿出去這裡誰可拼的，但是又不是很夠位，誰可拼是騰得不夠快，和順超英佢又唔係話一下子想走甩你嗰啲喎，仲撳住撳住，變咗呢個位就好似有啲等極都唔開嘅感覺啦。好似先開。人哋係衝順咗。係啊，好健康好嘢喎，一路走住個望空歐塞，翻嚟都有第三。佢真係跑呢場特別醒嘅喎，其他就麻麻啦。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。位置 Q 十搭十三派30蚊，十搭十四派108蚊，十三搭十四派244.5。四連環十號、十一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派282蚊，十號、十二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派306蚊。四重彩十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、十一號派3079蚊，十號、十三號、十四號、十二號派3188蚊。
孖宝八场九九场十中正牌四十七个半，八场九九场十三安慰奖牌十七个半。分段时间十三秒五三廿一秒七廿二秒九四，末段二十三秒正，总时间一分二十一秒一七，总时间系慢于标准时间不足一线。